长期以来荒废在凤林市区的林木局凤林工作站，在移交给凤林镇公所进行管养之后，目前也在进行整修阶段，未来要提供给凤仁里作为办公地点，也能够提供当地地方创生组织作为文化创作的园区。让废弃的办公厅设赋予活化的地方创生基地，位在凤林镇市区的林务局凤林工作站办公厅设，在荒废多年之后，由凤林镇公所接手进行活化再利用，将作为凤信里办公室以及地方创生基地，为荒烟蔓草的旧房舍创造新的价值。那我们呢，现在还有呢，凤林呢创生办公室啊，就是我们过去林务局的办公室那里呢，我们现在正在建造，希望那里呢能一个创生的活动呢，在那里呢给我们凤林的年轻人呢啊有一个活动的地方，也可以做一些小工厂来营造呢我们凤林的创生。在移交给凤林镇公所进行管养之后，也将提供给凤仁里作为办公地点，并且作为地方创生组织作为文化创作的园区。记者林杰，凤林镇采访报道。